好，我们220集就讲的话，控制后以后的特长发挥，就是我们在打比赛过程当中，特长发挥是主要的。当你在打比赛过程当中，你的特长发挥不出来，那么整个局面你是处于下风球的，你就打得很憋屈，输的就输得很憋屈。那我们为了发挥我们的特长，那么我们控制是一种手段。那你控制好了以后，你特长发挥不出来，那也是对于你的控制也是没有任何起到任何的效果。那我们分析每一个运动员他的打法都不一样，他的特长都不一样。那我们对于控制后以后的设计的技战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的反手好，那我就反手地板拉球好，那我就发一些半出台的这种球给你。那你如果只要当我反手，我就拉你起来，对吧？比如说我的拳台好，我发完球我就拳台控制住发球的话，我就拳台正手去拉你，对吧？再比如说我的小球好，我地板球我摆的你很难受，你会出现一些错误，我摆的那球又低又短又转，你过来的球可能直接失误，或者过来的质量不高，那我接下来我的战术就可以发挥出来。这集我们重点探讨了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型打法的选手是非常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第一个就是说要坚决执行去战术。有很多选手的话，在控制型选手打完以后，他不坚决执行战术，他就乱，容易乱，固有的打法乱掉了，那后面的就很难打了。有些选手呢，他就是意志力不够强，他对执行这种战术的意志力不强。你是打法控制型打法的选手，就是接发球也好，发完球以后控制也好，这些一定要坚决，不坚决你打起来就很难打的。那可能你地板球你进攻性不好的，你地板球接发球地板球你就跟我挑，跟我发力挑啊，或者说是跟我怎么样子，把你的固有的打法断掉，那么对于你来讲打法就非常被动的。第二个我们讲的话就是控制后对线路的认识。那么你控制完以后，你对线路的控制是怎么样？比如说我发球的时候我发短，对吧？他过来的球到这个位置，第二个条线路我该怎么走？或者说我地板我得对大斜线，第二板我能不能对中路跟直线，对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第三个一定要主动，就是说控制要主动，进攻也要主动，那么控制后防守，主动防守也要主动，就是说不要把控制技术变成被动技术。所以说我们要换一种思维去处理这个问题。我控制是主动控制的，我控制以后我是主动进攻的，就把让他跟着你的节奏走，全部不是说我是很被动的，在场面上看起来我都是主动的。最后一个我们讲控制敢于变节奏我们讲乒乓球的节奏是快慢旋转的节奏，落点的节奏这些节奏我们在控制以后都需要去改变的。比如说我发完球我控制住你，第一个球我处理的是慢的，第二个球我可以处理是快的，是吧？第二个的话，我们第一个球的落点我控制完了以后在正手位，那么第二个球我尝试的在侧身位好不好，我在中路好不好，这些都是要我们去尝试。那么控制完了以后的技术，你控制型选手你不会去打这种节奏那对于你来讲战术的就不会有那么丰富。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